Tjering. Tjering.分享一下，整个露营区都逛遍啦。说你变胖了，最近不要吃好不好？还是很可爱哦，还是很可爱。阿公婆抬在下面。好久没有炸这里，我太久没有炸。这三只。你把一样的枝状排在一起，这三只是这样子。你要拿灯，不行不，好了，可以了。你先应该在正上方，楼梯就是这个。对。你确认一下，就停这个边边就好了。好。怎么？我要去停车。停车啊。不然你去走一走，不然你去走一走，你去吧。你有看到萝卜吗？麒麟变小只。这看起来不太像麒麟。看不像麒麟。对啊。你是肚子饿呢？一点哀怨啊。你很不爽哈。里面有三个。
待会先吃肉吗？好啊。怎么呢？吃萝卜吗？吃萝卜。萝卜，你今天怎么变成萝卜？这么活泼啊！萝卜，你是不是肚子饿了？二爸好像是脾气很好，对，二爸是脾气很好，长得很凶。你会胖豆吗？对哦，那你这个怎么没感觉？其实相处久也知道他在想。就喝洋葱水。老妹，你要吃吗？你不吃吗？啊，居然有他不喜欢，你不吃吗？你不喜欢这个？你不喜欢吗？怎么会？还是晚一点，现在太热了。太热，我们就没有太阳的地方好吗？可以吃吗？那不要吃哦，最近吃太多，有点胖，你不觉得吗？妈妈说你变胖了。最近不要吃，还是很可爱哦，还是很可爱。只是要健康。对，是最近胖了一点。我们要去没太阳的地方，你们三只会不会热啊？回来了。想来吗？
天要住这里哦，是不是？你走很久了，休息一下好不好？大巴是你买的喽，萝卜开到，我要跟萝卜说的。我觉得这行业都有一个好运气，因为他要做的在放弃，好可爱哦。鱼鲷鱼烧，谢谢。这是用松饼粉做的吗？对，哦，里面包红豆，来一个。我吗？对啊，我可以拿哦。可以啊，当然。那在我们一家三，你刚刚是拿钱来生的，那我拿钱的看看。好好好，看自己要怎么样。分散风险。宝妹，宝妹，你脸怎么那么喜感呢？好可爱，已经喜欢她。好肌肉，我要我的，出来啊，我还没洗啊，还没洗。
多多，吉林。他喜欢呢、欸，你是小朋友吗？吉林，吉林，他想玩呢、欸。这个，那我得把这个菜下去更大。你被我抓到了，你怎么在这啊？逛大街哦。那这样的话，麒麟不知道去哪里。我以为他在里面睡觉，结果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用户越大越贵，好对。哦，我好紧张啊！等一下啊，火灭了怎么办？祝你生日快乐！爸爸说你懂得回来。你都去哪些地方跟我讲？分享一下。整个露营区都逛遍啦、啊，逛比我还透啊，是不是？两个。